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英文实用单词啊，像"哀歌"、"挽歌"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呢、啊，以前的人就是出殡啊、办理丧事的时候，大家唱歌就是很单调、很低沉啊，哀怨的歌啊。像元素啊，化学元素啊，还要怎么讲？海拔、小精灵嘛，西方的童话故事里面有那个小矮人嘛，小精灵啊，有的还会飞呀、啊。啊，精英啊，就是很杰出的人呐、啊，啊，或精英主义啊，而万灵药什么病都可以治的啊，世界上当面万灵药，也是有这个字啊，万灵药，对，以前呢，传奇嘛，小说嘛，故事嘛，啊，这巫术啊，麋鹿很大的那个鹿啊，角很大的啊，私奔怎么讲啊，雄辩，啊，提防好几个字都给咱提防啊，禁运，啊，灰烬嘛。这个外面引火啊，烤肉啊，最后炭火剩下灰烬。挪用公款，盗用公款，啊，徽章嘛，刺绣啊，胚胎呀，啊，司仪啊，翡翠啊，也就是绿宝石，要怎么讲啊？流亡海外的人啊，逃亡海外，流亡海外的人，网络表情符号或者网络情绪符号，就是用那个字母啊。啊，各种标点符号做成一个哭脸呐、啊、笑脸呐、啊，或很无奈的脸啊，那个字，就打一个字啊，珐琅啊，搪瓷或者釉或者亮漆等等啊，就外面漆成亮啊，瓷器比较多啊。百科全书怎么讲？啊，濒危物种就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啊，不止动物，植物也是啊，这些字都很实用啊，就是英文要怎么讲？像哀歌、挽歌可以用 elegy，也可以用 dirge，两个字都可以。Elegy 就可以了。We chanted an elegy for the dead 啊，dead 是形容词啊，死掉的。在这边是死者啊，形容词怎么变名词？形容词前面加个 the 啊，这个 the 跟这个后面形容词就 dead 就变成死者啊，因为有这个习惯的用法。啊，比如说 young 嘛是年轻的啊，形容词嘛，这 young 就变名词了，年轻人。Rich 啊，很有钱的啊，形容词嘛，the rich 就变有钱人啊，以此类推啊。Chant 就是吟唱啊，我们一般是唱歌嘛，古代的吟游诗人啊，就吟唱，有时候像唱歌，有时候在吟啊，好像又不像在唱歌啊，吟唱。他们在吟唱啊，这个为死者啊在唱这个哀歌，就这样唱就好了。Element 是化学元素啊，后来又变成。元素啊，元素跟化学元素不一样。说，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有几种元素啊，它是由几种元素构成啊，不一定是化学元素啊，或者说这个基建啊，这个机器啊是由20个零件啊，20个元素啊组成的。用 element 啊，element 当然有别的意思啊，比如说自然的、啊、自然力啊，就是风力啊、水力啊这种自然力。老天的自然的力量，风力发电、水力发电也可以用 element 啊，所以意思很多啊。这边讲的是化学元素。There are more than 100 elements on Earth 啊，地球上。这地球啊，也可以用大写，也可以小写啊。大写就是确定是地球嘛，小写为什么？比如说大写而不要小写，因为 Earth 小写的话，也可以是土壤，也可以是土地，也可以是行星。像 sun 太阳嘛啊，大写一个太阳，小写除了太阳一个当恒星啊。moon 是月亮嘛，大写是月亮嘛，小写可能是卫星啊，当卫星除了 moon 一个当 satellite 啊。就地球上啊，有超过100种的化学元素啊。elevation 海拔啊，我们高度讲海拔，为什么不是从地面算，而是从海平面算啊？因为地面算不准嘛，因为地面。地基嘛，有的高，有的台地啊，有的山地啊，有的平原，有的凹地，也不准啊。用海拔，用海平面来算 elevation，elevation 就是往上提的意思啊，往上提升了。The village is at an elevation of 1,600 meters 啊，1600呢，除了可以念 1,600，啊，当然有的时候你觉得很麻烦，也可以念 1,600。啊，一样的意思嘛，1000加600已经16个100，啊，都可以嘛。
啊，再说一次，你可以念 1,600， 也可以念 1,600。而如果16声音要往上扬 ，16 啊，60要 16 啊，美国人是念得很清楚，英国就很笨了，英国啊都是往下 ，16 啊，有时候声音比较吵就听不清楚啊。美国人一念啊，反正往上扬的啊，就是十级嘛，往下压，往下压的声音比较低的声音就是几十嘛，啊，十级跟几十嘛。这个村庄啊，它的海拔高度是1600公尺啊，公尺是 meter， 实际为马，英国常常写的 meter 啊，所以我们一看呢，拼写啊，拼字不同，就是美国人写的，英国人写的啊，一听发音啊，英国发音，美国发音。当公里是公里的话，有两个念法，美国人常常念中西部念 kilometers 啊，英国人是念 kilometers 啊，当美国人要念 kilometers， 1000个公尺啊 ，elevation 除了海拔，它另外就当高地的意思啊。The picnic on an elevation of looking the entire city。picnic 是动词啊，本来是 picnic 就是野餐嘛。啊，当动词去野餐嘛，但是很讨厌啊。加过去式的时候，它加一个 k 啊，就很特殊了。就是我们去啊，去远足啊，去野餐啊，在一个高地 ，overlooking 就是从上而下去看啊 ，over 就从上嘛，往下去看，看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啊，就风景很好。L 就小精灵啊 ，Imperial stories。Elves often play tricks on people 啊，在一些童话故事啊，或者虚构的一些神奇的故事里面。当然了，除了 in fairy stories 以外，也常在 in fairy tales。A tale 就是一些故事嘛。啊，但是 story 就是我们一般讲故事，可能真的可能假的啊。新闻报道也可以讲故事啊 ，story 啊，因为新闻就像一个故事一样嘛啊，人事是第一物嘛。那 tell 就是口耳相传的一些传奇啊，啊一些也是故事啊，但不一样。在这个啊，第二个就是神奇的一些故事啊里面啊 ，story 也可以当小说啊，当正式小说也拿不了。这个小精灵啊，通常会啊，最最就是恶作剧啊，捣蛋啊，对人做恶作剧啊。Elite 是精英 ，the country is ruled by educated elite 啊，这国家啊 ，country 也可以当国家，也可以当乡村啊，看上下的。Country 本来应该是最早是乡村，那国家是有很多乡村组成的，后来变国家。所以最好 country 国家就不要用 country 的，但大家已经习惯了，因为它也可以相间啊，造成意识的混淆。所以你有 nation。不用 states 啊，就是国家比较没有问题，尤其是 nation， 但也 nation 也不好了 ，nation 也可以当国内的啊，所以很讨厌了。啊，这个国家是有一些受教育的啊，一些精英所统治，入就统治，加个 e 啊 ，ruler 啊，也可以统治者，还有另外一个变成耻啊，米达耻那个耻啊 ，elitism 就精英主义 ，the advocate elitism。For it believed that our society should be ruled b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supposed to be superior to everyone else. Advocate 就鼓吹啊，强调啊，宣传啊，就支持啊，就是大声疾呼去支持一件事情的意思啊。他们鼓吹啊，或他们支持啊，精英主义。For 这边不是为了，而是变成啊，从属连接词。就变成 because， 因为就等于 because， 因为啊，这边不是为了啊，因为他们相信啊，相信什么？这个也是从属连接词啊，相信什么东西呢？啊，就子句后面可以接子句的动词啊，他相信我们的社会应该被先统治，被一小个集团、一群人啊，一群人就是 suppose， 就是关系代名词，所以这个句子很讨厌，用 for， 用这个 that， 用两个啊连接词跟一个关系代名词，这句子比较长。
我觉得这些人呢、啊，史特鲁斯应该是啊，被认为是啊，要比其他人更优秀。He advocated elitism, for he believed that our society should be ruled by 啊，就等等啊，就是要断句了啊。所以我另外在另外一个单元里面专门讲这个长的句子怎么去念啊，怎么去断句啊。Elixir 是万能药 ，Music is an elixir that makes life a never-ending adventure 啊。本来是讲万能药治百病的，但是一个引申呢 啊，不一定是药。什么东西啊就治百病，就音乐啊，音乐是万能药嘛，可以让人的舒压嘛，让人轻松一点嘛，不高兴的难过的时候听音乐就舒服。音乐是一种万能药，可以让这个 生命 啊可以变得好像是 never ending 永不终止的一个 adventure， 就是一个冒险啊，一个 adventure 就是到处去走啊，探险啊，冒险这段就是一个奇幻的旅程啊。所以音乐是一个万能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啊不断的探索。There isn't any kind of elixir on earth 啊，在地球上根本没有万能药这种东西，没有嘛。Elk 是很大的，在北美洲比较多，那脚很大，体型很大。An elk is a large type of deer 啊。Elk 麋鹿啊是一个体型最大的啊，鹿里面体型最大叫麋鹿。就是说，我们说一种什么东西，有时候用 A 或 AM 啊，有时候 TH1 啊，有时候什么都不加加 S 啊。这种加 A 或 AM 就表示每一只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的一嘛 ，TH1 就是那种啊。如果加上 S， 前面什么都不加，就表示所有的、啊、意思都差不多啊。看你要强调一个，还是每一个，还是那种的，还是所有的啊，意思都差不多。Eleven 是私奔的。Eleven is not allowed in ancient society 啊，在古代的社会啊，私奔是不被允许的。Eloquence 是雄辩啊，也不一定讲雄辩，就是口才很好啊，滔滔不绝啊，口若悬河啊。Facts speak louder than eloquence 啊，这就讲谚语 proverb 啊，所以英文里面这个谚语 proverb 啊，有成语一点啊，有片语短语 phrase 啊，还有很多这种东西啊。中文怎么翻？事实胜于雄辩啊，再就是事实嘛啊 ，speak louder 讲的声音比较大啊，事实讲话声音比口若悬河比雄辩还大，因为你讲的再多没用嘛，事实就事实嘛，就事实胜于雄辩。We were amazed by her eloquence. Me 本来是移动啊，啊这边又不是移动，就一直多余最麻烦，感动或者 get in touch 啊，就是我们被他的、啊。雄辩或者他的、这个强而有力的说辞啊，口若悬河啊，我们被感动了。西方可以用 embankment dike 啊，这 dike 本来是一个字啊，就不同的地方不同拼写啊 ，bank levy 啊，这些都是啊。啊，当然这个 embankment 跟 bank 有点像嘛，前面是 em 就把它变成提法，可变动词。后面又有个 MNG 又把它变名词啊，虽然 embankment 比较没问题吧，它就提防，可是 bank 啊比较少用啊，为什么？它本身是提防，可是我们最常用的是银行嘛。The rising water in the river is flowed over the embankment 啊，就是 rising 就是凸起来或者高起来、高涨起来啊，或者站起来啊，就是高涨的河水啊，啊 river 是河嘛啊，湖是 lake 嘛，海洋。洋是 ocean， 海是 sea 嘛，溪流是 stream 嘛，啊，这些，啊，高涨的河水呢 ，flow 就是流动，液体流动啊，气体流动也可以啊，主要讲液体流动，就是淹过了啊 ，over 就超过了啊，包括在什么之上啊，超过或者涵盖整个层面，所以 over 很多意思啊，越过了堤防，就淹水了 ，embargo 就禁运啊。The government has placed an embargo on trade against enemy country. 就政府呢 ，place 本来是名词地方嘛，也可以当动词，再加 ed 就动词嘛。place 就是放到什么地方，啊，后来又引申为做什么措施。本来是放在什么地方，后来引申为做什么事情，啊，做什么事情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吧，啊，这变得有点抽象名词。就是他实施了
禁运啊，就什么禁运呢？啊，就针对他，也不在上面，就针对，啊，有很多意思啊。针对贸易就是贸易禁运啊，就对抗啊，就对 again 就对谁不利啊，跟谁对抗啊，就对敌对的国家实施贸易禁运。Embers 是灰烬啊 ，the campers put water on the embers of their fire before they left 啊，在他们离开 camper 啊 ，camp 本来是阵营嘛啊，什么敌对阵营啊、民主阵营啊、共产阵营啊，但它本来是营地。去露营啊，扎营有个营地啊，在营地的人就是露营的人嘛，啊，客人就放出去嘛，啊，放下来嘛，就倒了一些水啊，在这灰烬上面啊，因为这个你生木材嘛，木炭嘛，烧完以后生灰烬嘛，啊，就火的灰烬嘛，啊，在他们离开之前嘛，啊，要保持干净。盗用公款可以用，或者挪用公款、侵吞啊、侵吞钱呐，embezzlement、appropriation 两个都可以啊。但尽量用 embezzlement， 因为它的意思比较单一。appropriation 还有其他一些拨款啊，那些别的意思啊。所以英文程度好了，我们就尽量啊，有很多字都可以用，我们尽量用那种只有一个意思。尽量不要用，它有好多意思的。那美国人也不管了，乱用啊，所以造成了我们阅读上很麻烦。可是外国人是母语，他会转换啊，有时候他也觉得很累。那我们一般外国人学英文就不会转换啊，就觉得到底什么意思搞混了。所以语言最好是程度好就尽量用那种单一的啊。还有很多近义字啊甚至同义字啊其实它意思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语言程度越高的人他越能够分辨它细微的不同。啊一般人啊就没办法就只能用像 car 尽量不要用 ,CR 尽量不要用。为什么汽车很常用什么不要用因为汽车好多种啊。所以你要讲吉普车吉普车就用吉普。如果是一般的我们的小轿车就用 sedan 如果修理车 SUV 卡车用 truck 没有盖子用 pickup 这样就比较精确 bundle car 什么叫 car 太多种了 embezzlement to the government is a very serious crime in the country 就在任何国家盗用政府的就盗用公款嘛，政府的钱公款是很严重的一种犯罪 emblem 是徽章啊，本来是很固定的嘛很具体的嘛，一个徽章嘛，后来也可以当作你身为一种标志，还有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啊。文字越用越广。The bird eagle is national embl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ird eagle 是我们叫白头鹰嘛，啊，它是上面的头部的羽毛是白的嘛，下面可能灰的、黑的啊，看起来好像秃头啊，白白的嘛，它其实是我们叫秃头鹰啊，或者叫白头鹰啊，叫白头鹰比较对，白的，有的叫秃头鹰，它没有秃头嘛，它是白色羽毛，看起来像秃头。我说白头鹰啊，是美国的啊，国徽，国徽就是白头鹰啊，所以每一个国家有国徽啦，有国花啦，就是 embroidery 是刺绣，很精致啊，在中国湖南湘绣还有好几个地方的绣很有名啊。The table is covered with gold embroidery 啊，这 table 是桌子。啊，桌子也是很不明确的。你若书桌就 desk 啊，你若说餐桌就 dining table 啊，就 table 是很不明确的字。当桌子啊 ，cover 就是盖子啊，上面覆盖着啊，就金啊，金色的刺绣，用金线啊，金线啊做成的刺绣。embryo 那是。E-M 一个 E-M,B-R-Y 是 B, 再加个 O,Embryo, 胚胎 啊。动物人也是胚胎嘛啊哺乳类都胚胎嘛啊这个鱼类的就是卵嘛啊 ,Embryo is the bird is growing inside eggshell, 啊一般讲蛋就是 shell, 就蛋壳 ,eggshell, 蛋壳。啊 ,shell 也可以当炮弹的意思反正就是外面有一层硬硬的东西叫 shell。啊，这个鸟类的啊，胚胎啊是生长在啊蛋壳里面啊，胚胎。MC 就是四蚁，也可以当动词，当四蚁。MC 啊，就是欧洲文过来的啊，所以没有什么英文啦、啊，英文就大量中当然有古英文啦、啊，中古英文就是英文吧，是英国用的。
又从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拉丁文，甚至从亚洲的日文、祖拉米啊，就日本功夫 Chinese 功夫嘛，什么 Kowtow 啊，就是向前屈服，就是英文就是外来字了，也没有什么英文，英文就是德国的一个地区啦，一个小范围里面的一个方言，就英国扬格萨克逊啦，就是他们有会讲嘛，有声音嘛，没有字啊，就像台语没有字，所以就从那个欧洲各国的文字借过来啊，借很多字，尤其法文最多嘛，因为英国曾经被历史上曾经被法国统治过。因为 the host and MC 有点 party 啊 ，party 就是一堆人聚会啊，在一起啊，联谊感情啊，我们中文叫派对啊。party 也可以当政党啊，啊 ，party 也可以当法律上的两造嘛，原告、被告啊，双方啊。host 就是主持人，也可以当动词主持啊，就是啊，他是这个，比如说你家里办宴会啊，办 party 啊，就是主人啊，他同时是这个派对的主人以及司仪。Emerald 就是翡翠啊，一般就叫绿宝石嘛，绿宝石都清楚绿色的宝石嘛，但是不好听嘛，不是不好听嘛，就是啊翡翠更好听嘛。Emerald is used in expensive jewelry， 绿宝石啊，常常用在很昂贵的珠宝上啊，这也不像珠宝，就是珠宝首饰类的。Emigrate 啊，你看这上面就是可能是法文过来嘛，就是流往海外的，就出去嘛。Emmy 就出去嘛，流往海外的。They were revolutionary emigrants from Russia， 他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就是因为俄罗斯以前有大革命嘛，就有些就反对派啊，力量不够就逃往海外嘛，免得被清算。Emoticon 是网络表情符号啊，就字母啊，表情符号做出来，哭脸、笑脸这些 Emoticon。An emoticon looks like a human face made out of letters and punctuations. 就网络表情符号或叫网络情绪符号，看起来像人脸一样。Made out of 就是由什么组成 ？Letter 有字母啊 ，letter 可以是信件，可以当字母啊。这字母可以 alphabet， 也可以叫 letter， 以及一些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就 punctuation。那我们说亮漆啊、珐琅啊、搪瓷啊，又不管怎么样，就亮亮的一层吧。Enamel。它第二个就 enamel。Enamel is put on metal, powder, etc. to protect or decorate it. 就是啊，我们说搪瓷好了，搪瓷 put on 就放在上面嘛，到后来变穿衣服啊、穿戴什么东西。它是涂在啊金属，它这也是陶器等等东西啊，我木头也可以嘛啊，但比较少了，一般是陶器啊、瓷器比较多啊，金属也可以啊。就是为了保护它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层，或者是装饰嘛，亮亮的好看嘛。Encyclopedia 啊，就是百科全书啊，啊，以前大英百科全书很厚啊，几十本啊，厚的要命，现在没有了，不必了，因为网络有维基百科啊，这个它就出不来，就终止了。Encyclopedia 就是无所不包的东西啊。If you do not know the capital city of Scotland, look it up.In an encyclopedia， 如果你不知道苏格兰的首都在哪里，就是说苏格兰不是国家，是有我们一般叫英国，正式叫联合王国。但是联合王国英国啊，就是由四个王国组成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啊、北爱尔兰等等啊。那这边也不能讲首都嘛，它古代是真的是首都，但是合并了啊，苏格兰跟英格兰合并，我们现在叫首府。The capital 也可以当首都，也可以当首府，也可以当名词，当资金啊，钱啊，资金，大量的资金啊，资金可以用 capital， 可以用 fund， 也不要全部都用 money 用烂了啊。也可以当形容词，很棒的或主要，很多意思啊。如果你不知道苏格兰的首府是在哪里啊，那可以就是看清楚，好好看清楚啊。但意思我们就是查阅了，去查阅一下啊，不管是查阅字典，查阅百科全书。啊，濒危物种就濒临绝种动物跟植物啊，矿物就没有了。Endangered species， 它念 species 不念 spaces， 就是这叫物种。Endangered 危险的，危险的物种就是濒临绝种。The tiger，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啊，就是老虎。像这边用的 tiger 可以，用 tigers 也可以啊，但 tiger 要加 r 就不要用 a tiger 啊。a tiger 是表示哪一种啊？但就 tiger 就表示那种，那种啊，老虎。但英文的意思就是包括所有啊，就是老虎这一类的动物啊。tigers 当然更好，就所有的老虎啊，就不管了、啊，就是说老虎啊这种动物，它是一种濒危物种啊，就是所以以前要虎骨嘛，要虎骨啊，泡虎骨酒嘛，可以治风湿嘛啊，现在就比较少了，要保护好这几种就。